靠边好像有点卡欸。Hello， 有一点点卡。把阿鲁米仔有没有在听？太太了。没有人太多啦，不然外挂太多啦。机器人开始横行，一直都横行啊！哦，昨天抓到的名单起码有60多个吧。而且，对啊，今天是假日欸，没有啦。那个我平时日只要中午以后想练功练技能就会很卡，不是假日啊。反正是半夜玩真的是比较不会那么卡。而我的标题是有人在我的昨天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啊，他也不用去留他，不用去理他，但是有人在我的那个留言区留他对我的看法这样子，然后最后他把他一些那些不利的那个留言全部删掉。有多不利嘞？他说，他就说什么小巧克看的就很不爽。我就问他说，请问你的小巧克是所有人还是代表你？他说，当然是所有人啊。我说，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让我整个很暴怒。我说，你怎么可以因为，因为你的个人原因，把所有什么人都当那个，就是他就代表的所有小巧克，你知道吗？让我爆炸的点，看看哦，对啊，我就那时候问他说，请问你的小巧克是代表你还是代表大家？他说当然是大家。哎，对对对对对，不然我反而不想管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说，他就是讲到说，这样小巧克看到都很不爽。Hello。他现在删掉了啦，我来不及解，他已经删掉他很 90% 的留言吧。重点是他没有订阅我，特地跑来我的频道看我的影片，然后留言。没有，而且你看哦，他说什么？我们的玩法就是很奇怪嘛。可是怨灵就是要独赢，对不对？那我请问，我当了几次好怨灵？我就是在阻止狼人杀好人的怨灵嘛，也是有啊。啊，为什么他没有把这点拿出来讲？他没有讲啊，他只是单纯针对我而已啊。没有记录吗？哦，因为我在剪片啊，想说他又没有马上回，我就跳切窗去剪，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在聊天。你们先去看啊，反正他有跟另外一个人在聊，你就大概推出他是怎样在那边欧北恭维。我本来是想要贴在兔窝给大家去看的，想说啊，算了。干嘛跟他计较？可是到开台前，他就是在那边有点嬉皮笑脸，让我有点不爽。在哪看？昨天的那个，昨天的狼人杀影片，有一篇是300多人看，不不不，40多折。哦，气到忘记用技能。
看我多气。嗯，哦，昨天也是三点哦，他昨天三点晚上半夜三点就留言了，然后不啦，我那时候看到是半夜三点的时候看到，然后就我说啊，怎么办？睡不着，剪片吗？好吧，剪片好了，然后剪一剪，剪一剪，就是啊、哦，算了，好无力哦，不剪了。卡卡卡卡卡，没有啦，我因为昨天开始下雨嘛，现在温度32度，所以我应该还是可以玩，所以我就开了。然后早上11点起床，32也太热了，你要想哦，前几天都是维持在40度，让我没办法开台哦。是可以开啦，只是就是很热。那我不是没睡很久吗？5点开始睡啊，5、6、7、8、9、10、11，6个小时还好吧？不要说什么睡满8小时，我前天睡过头了。昨天3点睡到1点，因为楼上太热了，我跑到楼下去睡。你们觉得这边很眼熟？我们是不是要去什么禁地恋？没有，其实路上的这颗洞，有一个洞啊，这是以前，对，岩洞哦，你知道哦，那就不解释了，因为我以为没有开放，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来这边玩，只是喵跟我讲说有开放，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台湾都那么热吗？没有啦，我家而已啦，不是我家而已啊，部分区域。卡死。那这边的怪就是这边要45等才能来啦，感受到这边为什么要45等，对不对？然后这边的怪没有属性，所以带什么水晶都可以。这怪看起来红红的，但是他们没有属性。所以你现在是超前部署吗？我超前部署。他没有跟朋友玩到狼人杀，所以他很不是啊。他就只是单纯护航心态吧，不是护航就是偶像。怎么讲？偶像最大。现在打45的怪，我试试。哦，不是啊，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边有开放，不然我就来这边练了，我就不会在那个雪山那边练到50等了。那时候那个谁？不知道这边有开放，不然我就带那个阿露米来这边玩了。
哦，船粉，现在还不迟，你不迟啊，我很迟哎、欸。怎么怪这么少？下午好啊！我跟你们说，因为要解三麻任务嘛，不日麻任务，找了柴鸟跟火鼠他们玩。第一场被玩虐，第二场我赢了他们两个，哎，不知道是放水还是怎样，但后面他们打字方式让我觉得，嗯，应该不是放水哦、喔。安南呢？等下三点啊，完了，没有，那是明天三点的事。然后今天三点有约说要去跑那个光遇的献祭，哎、欸，怎么怪这么少？前面这么少的啊？抱歉，我在吃东西。阿远，然后这边还有分岩二，就是岩之洞窟第二层，可是去第二层要走一小段迷宫，我就想说啊，那就放弃，我们不走了。很多字啊啊，应该只剩下另外一个人了，梦什么的，那位叫玲玲的，他删掉了一大堆。哎、欸，怎么少啊？我普攻就好了，是不是？去爬一下，我操！魔力宝贝，岩之洞窟，我们去岩二玩好了。人宝，没有啊，那个，我觉得那两个就是两个那边是互相讨论的啊。本来想说给他们俩自己讨论好了，想想又不对、欸，靠，这边是我的频道哎、欸，啊，为什么不自己加个好友一起去聊就好了？哎呀，给我开门！
哎、欸，怪，好少哦，真的是在这边练吗？我记得以前这边真的是有六只以上啊。哦，对，我以前的印象是，我那时候真的很累，然后跟人家组队在这边练功，练到我睡着，然后睡着后，他们没有打飞我，他们是把我丢在原地，然后我醒来之后发现我的卡时耗了好像30分钟吧，然后就登回去继续睡了。开门，这里吗？对啊。也没有说到不优啦，因为这边的怪比较软。第16楼。要到16楼。开门。开门。终于。这才像样嘛。看看经验值多少，我这边应该是有23000吧，哦，太夸张了，18000好了，18000，小小估计18000，欸，真的很乱呢，那标点符号也不会打一下，看得很累。15000，对哦，还不错哦。哦，好卡哦。看来阿鲁米，我们还是半夜再来玩好了。飞糖先稍微练一下，半夜再来练。那我的忍者普攻就好了啊，阴暗杀就好了。我老，什么叫老崩？我崩级哦，崩级三等啊。攻击三等等于是那个玩家的四等，所以光才会那么大。然后学一次是4000块，改天也去学。他在蒂娜村，就是杰村的右上方的村庄。那完了，算了吗？三等的技能要40等才能学，看你啦。因为，你玩到后面会发现，你真的会开始需要宠物的能力了。
你看哦，去雪山嘛，你只要个崩那个螳螂学个乾坤山，你就可以轻松秒掉一只丧尸。老先哦，因为我跑去帮人家那个啊，哦，人家给我火就上去拿。哎，我看你一直给我爱心，哎，你爱心够吗？因为不是彩虹的季节要到了，不是啦，彩虹的版本要来了，不是啦，小王靠呀，彩虹披风不是要卖了，你这样会够吗？好，安安。够啊，最近跑得很凶。我最近也是跟优花，就是另外一个观众，狂跑图。等别人带，我也是被带的啦，不然我自己根本跑不了图。不过没空学啊，就很烦躁。哇，没有崩，他 no 了。等级60才敢打油大，欸，万一血不够。啊，这边模式好像比魔大小颗一点点。还没打到摩斯，就跟阿巴尼斯外面的摩斯一样大颗啊！对啊，中的，也不是说中的啦，它大的也还有更大的，你知道吗？它有大到那种摩斯那个包包的格子完全是。超出去的那种大小，那个魔勺要在70等左右的那个地图才打得到，对吧？然后那时候因为那哦，到了，16了。这个我记得是问这个人吧，这边有两个火精灵，然后问他吧。Hello。等一下哦，看一下攻略，还有吧？哦，那家卡。然后这边好像遇到猫跟熊吧？哦，猫跟狗，就是这边是炎二的那个怪，可是我还要再下去一点，那就上面的。上面的友善多了，这边看起来就是妖魔鬼怪。下午好啊。今天礼拜六而已，可惜不能抓。可以啊，这两只是可以抓的啊，赶快叫疾风链上来就可以抓了，啊，先抓个野生的来玩。因为这个要一等的话，要去另外一张世界。他最近都不理你，
你们吵架了吗？要不要再帮你问问看？我昨天好像抽了快三万块多吧，在抽那个宠物的那个卡片，完全没抽到，难过死。你昨天不是问我打树老了吗？是你吗？我昨天没有玩欸。台币三万多，游戏币啦，台币三万多，神经病哦、喔，搞不好可能会是我，但最近钱太穷了。我应该不是问你吧？我昨天都开着我的生产系在玩欸。哦，前天哦、喔。哦，对啊，你打过了没啊？你看，三只怪就5000经验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可是我真的太久没走这边了，好忙哦。好忙哦！哦，我是说，如果你要打树老的话，我可以陪你打，应该这个吧？不然你可以找这个啊，叶小叶啊，他是阿鲁米啊。你有看到他，你就说跟他去打就好了。因为打树老很赚欸，他可以拿到哦，叶小寒北西哦。没有啦，这边字，要边念边想，有点忙。这边打树老，你有机会拿到一把刀，你把那把刀还给那个医院的那个勇者，他会给你一个戒指，那个戒指是加敏捷加精神的。那我那天在陪那个，忘记陪谁打，我就拿到了，我就抽到了那个敏捷加5的戒指，蛮爽的，爽爆了。格斗拿到的啊，我靠，卡屁呀，过不去啦。这边就很奇怪，你问来问去好像都是一样，我自己也卡在这卡很久。嗨嗨，欸，我问你要怎么去研二啊，一直问就好了嘛。我怎么记得有一个什么要按否还是什么，按否是不是就是会传到那个 boss 那边就要重走了。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会躲在一个小角落吧，我怎么还没走到那边？这里吗？不是，快到了哎、欸！等一下，这水晶好像有问题。哎、欸，如果走错的话，我们重来哦、喔。要回法兰城重来哦、喔。你、欸、好像走对了、欸，白痴哦、喔。哦，炎二的魔石比较大颗哦，看到了。Hello, hello. 女主家现在雨很大，所以等下可能讲话会越来越大声啊。嗯，那么安安。但是下大雨，对啊。尤其这边很好走啦，你就是一直问那个火精灵就好了。卡片问号，扔掉。
同为淡水人超大声，对不对？没有，主要是铁皮屋啦，它超大声的。就浪费生命，好不好意思，浪费你们的生命时间。我昨天还因为这两个人，造成我睡眠品质不好。早上起来想说，哦，心情应该好一点，然后应该可以开心剪片，不开心啊，专心剪片。结果他们还在继续，好卡了。他们还在继续，我就。干够了没？心情就很差，而且我又是有起床气的那一种，所以每次说什么下午去睡一下，晚上开台的，我说不行，晚上开台会有起床气。金包包了哦，恭喜呀！哎呀，听说他改名字了吗？我去看一下。他改名字了。感谢会员，谁？聊天室没出现。感谢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哦，原来是老干爹哦，白痴哦。不对啊，哦，你们在聊你们的，白痴哦。那个他改名字嘞，笑死了。最近都这样子啊，那时候看哈记台跟团团台都一直出现那个一样的 bug， 我都回他们说没啦，就是 YT 在搞事。没事没事 ，YT 搞事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改了名字，改了大头贴，不是很怕啊？惹错人了啊？来看一下哦。我看不到留言了，都是删掉了啊。太神了吧，他把留言删掉，你们要去看一下。对，留言不见了，对不对？感谢芝芝的续订，
哦，你刚才跟我讲了，哎、欸，我刚刚重整前台看到，我一点开，马上那一则讯息全部不见哎、欸。我没有隐藏，我没有，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等一下哦，我记得我点开过他的 YT 频道，我去记录查一下。啊、就昨晚吧，早上，影片留言，什么？What's the？ 上午三点，等我一下，我边走边看。哦，找到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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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那还好我有去点开过他的。来，各位奇闻共赏，这个是他的频道，你们去看，他没有订阅过我，这是他改名想跑掉的证明。殊不知，我已经有偷偷的去看过他的频道啊！你看。这就是我标题打的嘛，请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就在讲他不负责就只能删掉了嘛。我不知道哎、欸，如果你来看我台的话、啊，讲个话啊。哎干，等一下，我出事情了，那个我出事啦呗，我是不是讲错话了，被惩罚了？你们等一下看我一个画面哦。我的魔力宝贝出事了，我的魔力宝贝变这样了，来了。我是觉得啦，你没有必要把你的那个删掉啦，毕竟我点不到快。完了，我的报应来了。你是因为现在在公审你这件事情啦，因为你要想清楚哦、喔，今天。你等于是去人家什么麦当劳那边跟人家讲说，哦，你们这边东西就是很难吃，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肯德基的比较好吃。你想说默默放在心里讲就算了，或者你在带群组这样默默讲就好，你是直接大声的在桌上这样直接讲出来。因为我每次碰到这个画面，我就只能重开的。等一下，我要自己测自己找到的位置在哪里。完了，我这只角色废了。我还没点到吗？我点到了。女性监测。其实怎么讲，我开台的时候有在想说你会不会来看，然后也算是故意讲给你听吧。好烦哦、喔，那个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重开，重开就要全部重走了，没关系啊。刚刚画面，这个画面常常持续着，哎、欸，这好像最底了，我在这边练吧。进
行维护，真小。45分，好，我们还可以再练10分钟。啊，其实你也不用怎么讲，你也不用特地改名字或什么的啦。哎、欸，我有没有点到我都不知道，烦哦。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就当没事吧，没事没事，大家没事，也不要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就想，我好像没看过你出现过，就好奇说你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啊才会点开你的 YT， 就这样。哎、欸，都没崩中，那小。话说繁星的麦是不是怪怪的？怎样的怪吧？因为我不知道哎、欸，我这个麦换了大概第三个月后就怪怪的。不第三个月啦，换了一年多，后来就怪怪的。我点到啊，这里吗？在这里吗 ？Hello， 这里，我点到了。声音要调，什么声音？号麦吗？要跟我讲呢。哎、欸，等可以等我一下吗？再等我十分，再等我破破的。有点破破的，等我一下哦、喔，我遇到怪再说。哦，那个一直闪，我眼睛好不舒服哦、喔，我的天！爆爆的是太大声吗？哎、欸，不让我遇怪啊。声音后面有点糊，哎、欸，这个我真的要好好研究哎、欸，不然我有时候后置到自己都听不太到自己声音，好烦哦。哪里？怪在哪里？让我点。听一下哦。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听很正常啊。没有啊。我听很正常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然、啊、应该是收到收到雨声吧，收到雨声，对啊，不是那个问题啊，那是雨声啦，你们知道雨声多大声了，那个是下雨的声音。你快听滴答滴啊，去跟隔壁一直讲要维修了，可以分了。维修多久啊？他只说哦、一个小时，一小时。那是他在看自己的台吧？什么？那、哦、我在听自己的台啊，白痴哦、喔，听自己的台不行哦、喔。等下来打日麻吧。真的系统要我重开，贴心。这什么？
所以繁星的电脑被系统监控？没有啊，最近狂补一千啊，干维修库哦。对啊，哎，喵哈，喵哈喵哈，我现在用这个画面在练功哎。这什么？你没有遇过吗？我蛮常遇过的。欸，真的是秋风欸，嗨，秋风，你也有泼完啊？欸，雨声真好大，哦，你们听到吗？啊！是老师说要换的，因为老师很难的。哇！你们老师有在看动漫啊？对不对啊？讲话就有声音，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不开台，也不是我不跟巧克力他们玩，而是要么下雨天真的太大声，我怕吵到他们，我只能全程一直关麦这样子玩啊，这样子又没有办法沟通到，就觉得很痛苦。我想说那就干脆都不要玩啊。有点知道观众说的破麦声，对吧？讲话会有沙沙声。哦，冰哦，冰哥，我气很长，不是？哎，我可以更长的，对吧？再一次，我们就是喊到从那个好，这个四分钟开始，到三分钟的时候喷啊。哎，我的画面正常了啊。你好吵，好，对不起。欸，我的画面正常了，欸，哇，我的画面正常啦。欸，我们练到倒数两分就走了哦，我们不要压底线，有时候压底线那个主机那边没存档，我们会那个可能资料没备份到。连沉思，欸，原来大喊就好了，是不是好爽？我去跟团团说一下哦。魔力宝贝，等等维修三点船脚。
好啦，关掉关掉关掉。好，准备开日麻咯。好，干净了。哎、欸，谁的宠没有收啦？繁星早安啊。哎、欸，这谁的？阿鲁米不会是你的吧？哎、欸，如果是你的话，记得不要用展示，要用展示的哦。这是你如果用这个展示的嘛，你放出去，你可以随时回收回来。看哦，老鼠在这边。可以随时回收回来，奥斯的哦，好吧。你们家旁边巷子有人确诊，靠腰，你住哪里？是你在淡水的哪里？雨声好大，确定结束，开始游戏。啊什么？没有啦，我刚去拿东西。对，我去尿尿。我没上线怎么回你？啊！哎，我完全听不到游戏声音哎，不好意思，我可能要调大声一点了。5260，啊，要死人了，要死人了！欸、昨天就是柴鸟跟那个火鼠都用柴鸟这个士兵，我就觉得哇好有压力哦，再打两只柴鸟。我反应变身器不是后面的沙沙声，真的不是我能发我能控制的、哦。
气。哎，你真的在线上哎、欸，你在线上两天了哎、欸，你知道吗？你的角色在线上两天了，然后你的称号是打说什么？什么升阶完成？什么战力失败吧？是吗？你们不觉得讲话很出力吗？我真的听到自己声音哎，我的天啊！看像前天玩糖豆人啊，我想说啊、哦，可以糖豆人公众场了。后来想想不对，没有多少人有糖豆人的。对啊，我原本想要跟你要说。哎、欸，鸡蹦，快点，宠物需要宠物。啊，可是我昨天是因为真的都开采集器在采番茄麦，然后就没有去觅你，然后是到半夜才开本尊上线才能登进来啦，然后上线之后就去魔大打那个哦。红豆人多大概几十体。对啊，十几的，可是糖豆人就不多人玩啊。有是有吧？没有，就是爬都只有十二个人啊，然后一直爬水爬到死。来个标题哦。听不到歌好难过哦，听不到声音。我想问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你声音会变大？这样你们听到声音有变大吗？因为我是调那个系统音量，我调到100%了，我才听得到歌哎、欸，有变大吗？有变很大是不是？那我还调小，抱歉抱歉，抱歉了抱歉了抱歉。所以断线它不会写离线，如果是那个以前啊，以前系统断掉的话，真的会显示上线。你是不是就是断线之后就抢不上来，然后就不玩，就不玩的啦，就是没有想要再跟进来，这是有可能的哦、喔。就是可能练功练到一半，突然给你断线，然后你就登不进来。好，那就是了哦、喔。你可能上线会收到很多情书哦。哎，你们对前天的那个什么那个东西跟巧克力工商的那一款，你们觉得怎样？我是真的很想买那个 PC 版来玩，因为手把真的是太强了。我打不到怪耶、欸、打 DEF 啊。我本来想说如果魔力那个谁阿鲁米不在的话，我就开 DEF 来玩玩看。哇哦！一、二，做不做？做嘛都不对。
为什么敌人永远打不完？DEF 啊 ，EDF 啦，不 DEF。我真的听不到游戏声音啊，好难过、喔。哎、欸，啊，白痴哦、喔，我是不是应该要？骨折你再买，天哪！反正你们死定可以先买啊，死定的话我后面一点再来考虑。网易表示想哭，网易是在这，他是网易吗？是吗？我觉得很可惜啊。它亮亮的啊，你是网易，所以你是这个吗？这个啦，抱歉。
不，哦，那就对了嘛。我刚刚是在问这个是王毅吗？大家早。哎、欸，不对，哦不！啊，算了，等一下摸到一个这个，打掉一个这个啊，金牌。打掉。啊！没打到麻将。早安，早安，早安。下午好。哇！你要面对 BOSS 了。菜鸟是什么？平和，平和 BOSS， 最爱平和的 BOSS。D E F E D F， 我自己讲错，白痴啊！今天可以抢房吗？可以啊。任务，然后EDF EDF， 对啊，因为等一下，等一下可能也是那个啦。欸，魔力开着不一定是玩魔力啊，继续玩这个也是有可能啊。昏老头，好可惜哦，你是自摸欸。没有胡牌规定啊，随便你胡。你想要小鸡鸡也可以，我们自己做梦想，梦想自己来。没有，你要想哦，修罗就是大家可以做梦想的地方。你还想要小鸡鸡的话，就失去玩这款啊，这个模式的意义啦。对啊 ，DEF 防御力啦，哦，气死。好彩我在做门清存全，不会想打幺九牌。哎呀，等你一下，干嘛？你的牌又有点大了，是不是？感觉空余断掉了，是不是？哎、欸，三点了。光玉改的，他昨天有改版，改的东西好。好难用哦，我上去送一下火，等我一下哈。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一号、二号搬家没网路，辛苦了。
哎呦，啊，红宝牌啊！要被嘴了。我下家不对劲，没事，那不是我的事了，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哇，多少？四千。哇，这还能一万六哦！自一色这么痛哦！哦，大三元哦，白痴哦，没看到。抱歉，我的画面在光遇。好啦，感谢空余材料跟一咯。广告。继续送活。他没有一件送活真的是好痛苦。黑糖。螃蟹。回去上班，好，生母拜拜，生母拜拜。大三元而已啦，哦，真的是而已呢，哦。小小的大三元而已啦，我以为只有岭上开花我会加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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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你要来梦想了，好啊，把你的梦想打掉。打掉你的梦想。来一个这一张吧，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能当眼的啊，不要这样炸，都想扒头哎！阿北。
好呀。好了，我可以继续送火了。你这次有抽吗？我没有抽欸。这次没有吸引我的，除了头框那个猫耳朵跟西瓜桌布。然后你抽了多少？赏赏，你抽了多少？我这次不会抽了啦。上次会抽也是意外啊，想说他们都说很好抽，抽下去哪知道，那难抽死了。难抽死了。你不喜欢轮椅？不是啊，他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吗？我们的发大财是大课长了，他玩不到两个礼拜，他就把一只角色弄到结婚。他是新手，玩不到两个礼拜，然后他把一只角色结婚了。你看他有没有爱？然后他的这个头像还比我，还刻的比我多。我觉得大才啊，你大才，你这样不行啊，大才。我觉得男角不错看啊，很像在玩恋语欸。感谢续订。你像恋与制作的那个周奇洛的那个吗？模板白色头发版本的。然后那个大才啊，他刻到被我骂、欸、大才你太夸张了，大才发大菜，发大菜。嗯，哦，啊，我又可以继续送火了，睡啦，睡啦。你的续订出现了，我还是聊天室没看到欸。恭喜另外一个是男的。对啊，你不觉得他的过场动画不多啊？那个他不是有个那个吗？动画、啊、不是动画、啊、是过场的那个等待图，勾顶的图，就是很像在玩电鱼嘛。为什么他们都有头？怎么？咦？嘿嘿嘿嘿。リーチ、ドラ、ドラ。ツモ、タイヤオ、サンアンコウ。マンガン。还不，就还好，我跑了。
你们要跟我贴贴，我想要坐下来，有没有人要跟我贴？很小，哎呦！不是吧？敢不会第三张在你那吧？不、嗯，哎、欸，看到你了、欸、，Hello。没有，我现在坐在这边，在想说有人要接任务，就直接坐下来，不用再等。你懂吗？好久没看到布布了，我很久没见到他啦、啊，现在只能透过视讯看他、欸。哎、欸，月光，你有在看台哦，嗨，月光。
丢哪些牌啊？这个啦，然后嘞，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哇哦！我要丢什么？张，还是回去挂网好了。哎，月光。月光手借我钱，我现在很鏘。手借我。这一张比较大。感谢小飞的新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黑暗中火吧，李景，龙，哦不。被他逃掉了，我要自摸的说，没有了，我要直击他的说。哎，闪闪，这只也很香啊，香喷喷呢，感觉圣诞造型都很香呢。你看，自摸了吧，就在那边出一张嘴。リーチ、ツノ、タンヤオ、サンアンコウ、ドラサン、ドラ。欸，对，有三暗刻欸。バイマン。哇。然后月光这个是聊天室的那个 JIAXUAN。麻将ができて嬉しいです。哦不，哎，我重开，我重开，还没看今天的任务。哎、欸，好了，再开一次哦，创建房间，准备啊，三、二、一，一，一，不是啊，是你要亲我，怎么是我亲你啊？你搞错什么？完了啦，要不要去哪里了、啊？给我手，给我你的手，给我。好，然后月光，我们走。大才，你进来了哎、欸！天哪、啊，你看，看到没有？他马上抽到哎、欸，然后你看这个，你看看他，你知道这些怎么做到的吗？他跑去打电脑。是吧？你是打电脑吧？
我发现有花钱运气真的比较好。真的吗？你看他的头像，然后他跟你讲、哦、他的牌背是樱花的那个，他抽到了。我觉得你们这边大喊我也听不到哎、欸，雨声太大了，听不到声音。跑图吗？等等那个啊，等优化啊，还是我要叫他起床？要我叫他吗？让他睡，好吧。他昨天也是快早上五点才睡，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刚好看到他，他有在呼吸。啊不，樱花，我刚讲樱花吗？蝴蝶结啦，抱歉。好了，不然我等一下出去实抽好不好？我想说，最近一直泡魔力宝贝，也没有在玩这个，就没有包月下去了。还在思考要不要包月下去，还在想。螃蟹叫呜呜呜呜呜，什么呜呜呜呜？包了，可是真的很少在玩了。你没有发现我真的很少在玩那个的，是吗？他立了，他立直了，大才你立直了，他会讲话了吗？哇靠！大才，你听什么啊？你们有多少人为了这个投矿来氪金？欸、小鱼有没有为想为了这个氪下去啊？你是不是觉得神经病？为什么要氪这个？欸、白痴哦，我没有充电啊。你为什么喂大才也不喂我？你看他这个，他的时间高我一阶了。领上，没有。大才。
啊，我的球啊！大才，你的牌很棒哎，大才。可是小鱼有猫咪哎。猫咪的头框耶，身为一个喜欢猫咪的你，怎么能错过呢？你说是不是？小兵安安，刚刚看到大才的画面，我脑中浮现，大才站起来啊，大哥，白痴哦。对啊，他站起来了。哎，不是有另外一只角色吗？哇！太贵了吗？欸，大才也问我要不要氪这次的，我说这次我还好，可是看到头框之后又加上那个牌背有吃西瓜的那张图，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拒绝他。啊，闪闪啊，欸，不是闪闪，是大才的，我就跟他讲说，嗯，不行啊，这个月真的太恐怖了，因为 YT 搞事，这个月收益很惨，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拒绝了他。你就这样拒绝了我，哇！那大才，你要不要在我身上花点钱啊，大才？这不是拒绝不拒绝的问题，这是我很想要，但是我的钱包不允许我这么做。这只角色结婚角就好了，是吗？哇哦，那些，然后说怎么办？啊，因为那个谁，昨天吧，我们的 Bobo 神医。就帮那个哈基线上诊断，然后就说哈基你现在症状是不是什么头晕不舒服，然后他就说对对对对啊，然后咧，然后Bobo就讲了一句话，我也想讲出同样一句话，就是啊，这症状就很明显啊，就是你没有钱啊。然后靠，这个我也知道啊。大家都听到了，不是大家都听到了，大才都听到了吗？大才，不是大家，云南安。大才听到了吗？哎，欸，我发现下雨天讲话要用吼的，吼到我真的好不舒服。
不舒服的点是喉咙有点疼，疼痛的疼。这个，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其实没差，也没差到多少啦，我的天哪！好想要这张哦，好想要这张。哦，上次好像有一次吧，上一次的日麻不是玩一玩的啊，顶上就是这么简单。结果那个精华好像也没剪出来。大才，好久没看我打麻将的感觉，多久啦、啊？有一个礼拜了吗？哎、欸，我们最后一次打日麻是什么时候啊？大才，你真的是够了哦！天敗。ビーチ、スモ、ビーフ、ダイヤオ、ドラ、ドラ。ハネマ。你看，他站起来了哎！大才让他站起来了哎！你要飞了，我感受到了、欸。阿碰，再来是这张。リーチです。你知道为什么想玩日麻吗？最近又看了很多日麻鸡汤，直接天和国师五双十三面，哇！这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办到啊？我也好想要啊！好夸张哦！你去打段位啦，你的牌运那么好。你去打段位啊你！哇塞！哎，你在过年呢？你去打段位吧。有人场不适合你，赶快走。皆さんとご一緒できて嬉しいです。他有抽到哎、欸，他是抽到那个另外一只角色。哇哦，哇哦，闪闪，你看帅哥哎、欸，闪闪，我要用这只被羞辱，来羞辱我吧，耶、yeah。哎、欸，你是网易对不对？想起来了，大才，这个游戏的男角你真的还好，人家只是长得不像彭于晏而已啊。女角你就可以，男角你就不行。没臭，臭熟了。这游戏的男角，那谁，露露在吗？等下让你进来，你选那个正太给闪闪看。闪闪下来就会回哭啊！哦，你是说这个贴图哦？
哦，原来露露在耶。重开没有啦，刚刚会重开是因为我刚刚发呆太久，房间一定卡死了。露露就是 NONO， 你就只是针对露露吧。NONO，NONO， 有时候蛮喜欢听你讲 NONO 两个字的。NONO， 来一张，靠哭哦。好啦，安内马也赛啦，耶。耶，哎，闪闪，我画这张给你好不好？还蛮喜欢这一张的、欸。所以你只要长得像彭于晏可以吗？你怎么不说那只那只秋田？那只秋田长得像彭于晏可不可以？你有看到阿长哪一张？阿长画了很多张哎、欸。你不是最近上一张是口罩，最近是那个小丑吗？脸很白那张有啊，就是小丑那一张不是吗？啊，你不是说什么晒太阳晒到什么鬼东西的？我有看啊。先不就呆，耶、yeah。他说那是卸妆后的你，怎么可能？而且我怎么可能没看过？我每天晚上只要你有开台，我都会挂台。魔力可以登了，冲啊！我都应该也只是开着挂网。那阿露米，你就先去雪山练练吧。啊，被听到声音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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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都中奖欸，有广告，不知道为什么很合我的胃口，狂给我吃。我跟他说不要，也不能拒绝，你知道吗？白痴哦、喔！我登错，等一下，登出，结束了。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哎、欸，我说东一就没了哦、喔，现在东一就没有了哦、喔。走开，都走开。你们以后自己拿捏力道，以后没有东一继续玩的规则了。这个是你们没有控制好力道。刚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听到很长的咒语就没有了。老居放枪放什么？抱歉，老居你中了什么东西？哇，这种牌竟然叫我丢这个！我丢这个啊！
等我等一下，我声音太多了，关掉，关掉。哇哦！什么东西？说什么？没有，这是什么国啊？拜托！哎、欸，可以耶！三、一、六、七、八。没有，因为修罗你可以小鸡鸡跑掉啊，你可以选择小鸡鸡跑。跑不了，跑什么？你合体的，没事哈，没事，没事，规则总是要开始变的嘛。又没了，又没了。来，下面一位。天下无双呀！下面一位。感谢好欸，忘了谁跟啊，好像没听到。Super Gen Super Gen 对啊，我们要挑战东一的极限。你的心态突然平复了，是不是看到你过得也很惨，我就心满意足的那种感觉？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很快乐。抱歉了各位，我先走一步咯，这样吗？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怎么可以叫我跟杀猪一样啊？喂，六，哎，到，可以换十二了，不要，没钱，真的没钱，我好穷。真心喊穷。
哎、欸，不对，我怎么打出这一张？哦 ，Oh no！ 算了啦，算了哦，谢谢爽爽。好，你先逃了，慢走哦。我在碰什么？我在碰什么？没钱啊，穷死了！你也知道 YT 在搞事啊。对啊，真把这打掉、啊。来啦，其实不用啊，小鸡鸡就好啦。教主还没平复心情，没有吧？啊，生日快乐！哎、欸，今天嘛，对不对？哦，对，生日快乐。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つの。看来没精华了，什么精华、啊？如果连商场东一飞应该会有精华吧？干干干！是不是一开始没打错，博士就出现了？你们可以帮我算一下吗？一二三四，有吗？好，开始哦！一二三四，三。刚刚维修完，成天满满的病患打卡，哇！一起来，天牌，我刚传了什么东西出去？我在讲什么话？我刚传了什么东西出去？什么啦？我啊，我起手有手，我有五条啊，不是啦，九条啊。
好可惜哟、哦，可以国四的耶。哇，雨终于比较小了，可以听到声音了。然后玩到发呆了，等我一下、喔。有时候发呆要回过神来，真的需要很怎么讲，很大的专注力嘛。有时候发呆发得很爽，很不想把视线切回来。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ポン。ポ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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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来吧，就是那张。リーチで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不必要还其他的你处置。哇哦。没有，我的没有。繁星偷窥没偷窥啊，就在荧幕上面哦。什么在偷窥？什么在偷窥？这个。回来啦！回来啦！什么梦想？停止。四点了哎、欸，我们达到五点好不好？好啥小啦，你赶快带疾风去练等啦，你带他练等，我们才能抓更帅的宠物呢，懂吗？他鉴定，他在鉴定，管他的哦、喔，边带边走边鉴定哦、喔。来这张，打这张，拼这张。
哇哦，你不会玩要说啊，最近又听到这个东西。碰，碰一个，分数最高是哪招？想不到吧？我还不是刚刚被一个。才刚玩没多久的新手虐爆，大才气啊！不然看等一下团团，哎，团团，团团有在开台吗？看一下我们的团董，团董刚我在开台。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团团有哎、欸，好吧，应该是开到五点啊。他在玩跑酷的样啊，对不起，我在偷看团团台。好，我们回来了。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欸，愚人洞是什么啊？天牌。第。感觉是新开的地图哎，晚点去研究。愚人洞，那我看一下啊，等级好像55左右。哎呀，哇，真的假的？赌赌看，赌赌看。啊，没读到，没有读到，没有读到。哦，好痛，好痛，痛痛痛痛痛。碰到这种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啊，什么都想留。
リーチです。我们的光遇司机还没有醒啊！没东西了、欸。那还有老鼠要排队吗？リーチ。啊，自摸而已嘛，简单。简单简单单输了简单，好啦，感谢。急救真的失败很高哎、欸！要转安安安啊！打卡，阿西打卡。想不到，天哪、啊，天哪、啊，辛苦啦！会打卡，卡啦，好像跟不知道哎、欸。我发现跟几个网络会比较慢一点。你的双翼满？什么双翼满？抓到下家，对，马上抓包，哇，尴尬啦！马上抓包，没事啦。
回来只剩下五秒思考时间，对吧、啊？要不要打炎二符？嗯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タン。カンニャ。ボンニャ。恐怖，好恐怖！这张是不是很危险？这张，没有啊，那么久，我点到了什么？我你个烂大锅！
又没有显示，感谢静月的会员。トイトイドラニドラハネマン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哇哇哇哇看一下时间2小时33分好我挖完了233
有开放进场吗？有啊，但是要抢一下哦。现在我想去尿尿。灵没了，他死了，你还活着，哇！他给你励志的机会。你还有励志的机会耶！他是佛祖啊！哇！我等一下我头好痛，这要怎么打？哦，打掉！好了，我可以去尿尿了，我去尿尿，去尿尿！骂死你们！哎、欸，哦对，我有按，我有按，我可以去尿尿了。我回来，哎、欸，结束了，耶、yeah! ！其实刚没有弄的话，你看，三张三张，我是不是拼那个啊？自然课，对啊，我原本想说，嗯，好像刚尿尿的时候想说，嗯，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玩自然课？想啊，算了算了，尿急尿急，就在刚刚，我知道。准备拿起耳机，就看到有那个箭头跑出来。你刚刚清一色碰碰我，好像没什么好捡的，算了，尿尿在先，当然啦，安安哦，下午好。阿鲁米一定跟我的哥布林有仇，怎么了？妙盾啊！剩余一满，你要想哦，你膀胱爆了，你的一满也救不了你哦。这只大概也是，嗯，卡片卖掉。
把存药。哇，真的是死了，死透了，死透啦！膀胱爆了，真的是溢满的，白痴哦。好啦，感谢嘉轩、黄色，还有谁？白九九啊，感谢啦。白秀秀，安安，李诺君，安安，求求让我一下，我见你很强耶。好啦，下一局开始。球球很强耶，我记得，就这张图很好看啊，不觉得吗？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构图要走拿枪再拿一个十字架再看着这边，觉得其中一个动作很多余啊，不然就是眼睛不该张开也不错看。怎么枪我怎么枪进不去啊，就人满了吗？怎么枪因为你怎么枪人这么少，这么强啊！又下雨了啦，烦死了！没看到我后面，阿鲁米超过分。没看到我后什么？阿鲁米超过分，没看到啊！就问你怎么打？怎么打？我好久没听到那个提示声了哦、喔。他就是不给我提示声，好啊。那之前。第一个踢第二个进的那个规则，也有人在靠腰啊，怎么样都会有人靠腰啊，所以很难过啊。然后怎么做都不对，啊、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卖走卖走，太走太走。嗯嗯嗯。等的人他打飞他的啊，他就是要给喵他赚经验的吧。我那时候也在想啊，反正无聊，我出去东门外面把宠物打到残、打到受伤好了，给喵哈伊。然后他很恶化的红伤，通通红伤带给喵哈。嗯，还不进啊！显示房间满有十四，里面还有上一场的人。对啊，请耐心等候哦。哎、欸，我怎么是打这张？哎、欸。
上次红商要找喵哈，他好像过完我就自己去学来医了。你红商学来医，你怎么医得了啊？你红商要怎么学医啊？教我。你红商理论上是医不了的啊。没有理论上，你红商绝对不可能医得了啊。那剩15张可以玩决斗吧。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嗯，这不是清一色。龙，六饼只是辅助啊，真的是看到吓傻了，以为会是清一色，太让我失望了。能打到这一张哎，和亮亮的哎、欸。这张。那时候一红商花了快3000魔吧，你直接找医生比较快哟、喔。啊，3000块欸。父母乱改我的电脑，害我不能登学校网页。骂他。骂他，你为什么动我的电脑？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很会出事。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哇，会练到二级治疗也是真的很猛哎！来哦，送爱咯。不对耶，我怎么只剩下6000分了？灌输商家，对啊，我刚刚很努力在挣扎呢，因为看到路上有人治疗你，除非你红伤，你不是？我厨师二级治疗是一，是加猎人一刀。欸，我在想啊，就是反正我本来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开一只医生，然后配2只猎人，然后就是出去外面狩猎啊。反正医生只要继续猎你的番茄就好，然后猎人去猎你的那个，继续猎那个那叫什么，猎你要的材料拿去卖嘛，反正中途受伤就可以顺便医下去这样子。反正猎那个医生就只是负责猎番茄用的。第一局，我被跳满了，哇，被跳的都不知道。哇，好像不能这样打欸，我刚才把这打掉哦，昏起，昏头，对，反正医生的用处就是辅助，就跟刚刚的六饼啊，就是刚刚的六饼的作用。有没有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棒？打掉。来个七没有。哦，不行。有了，你的小寒断了，哇，西风小寒断了，我以为我的牌很难合，这就是命了啦，老天要你合牌。矿坑就比较没办法了啦，因为凡城到处都是番茄的点，所以医生至少还有猎番茄的用处。那如果你跑去矿坑还是哪里的话，那边就不一定有那些铜矿可以挖，因为
其实矿工这个很多都是纯点，就是不会挖到指定的矿物以外的东西，它就只会有那个觅食率高不高，就可能你挖个十下只有两下挖到矿物而已。多少？没有，你送的爱很廉价。我要的爱很单纯，就像告白气球唱的，只要香榭的落叶。送出去喽！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哇哇哇哇！哇！欸不对啊，如果等一下来了，哦算了没差，打掉。哇哇哇哇哇哇哇！蛮棒的啊，来开个礼山。哈欠啊！我把哈欠分享出去。凉快了，凉啊！早上没有什么睡到。小林安安，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不对耶，还是把这打掉。我们这样子，本です。不对。喵，好，现在在挂机，搞不好在剪片呐、啊。啊，也许在剪片。哇，他的小韩好像真的上不来了。
气。有球好凶哦！不是吧？背满才10000多。这就是自摸的缺点啊，只剩两家的话，哎，只剩三家的话，自摸的缺点啊，没事啦，之前什么，我上次也是背满吧，一满才6000块。疾风啊，喵哈在挂网，我还是来帮你一吧。什么伤？请问现在什么伤？疾风你在哪里？跪求大大代打速劳，好啦，关台陪你打啦。好啦，最后一场咯，一粉一红，那算了，没救了。感谢你哦！我干，你怎么进来了？你怎么可以进来？啊！最后一场喽！我帮你问问喵哈，你们是去哪里练到这个东西呀、啊？你应该是去做饭了吧？我有两个观众。不知道怎么玩到粉加粉，治疗二也没办法一红伤啊，被医生职业治疗至少要7吧，6还是7，去禁地然后来混乱吗？这我要怎么取舍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哎、欸，一二，好难取舍哦！DC 哦，好啊，欸，我好强哦，欸，我牌变好烂哦，我抢进来了，然后咧，你的牌全都，你的牌我一张一张摸进来，好烂哦，你好烂哦，牌变烂了，开始拿到太夸张了，对啊，那现在咧，还回去了。看，我要打2队2队出去了，3344555哦。你的一杯一口，他崩溃哦。五啊。哦，请问是场外国师？场外斯兰克？对，场外斯兰克吗？厉害吧？欸，你上架再多场外国师无双。没事，欸，六局满贯，
还好他不是开局给我全部国师无双，还要爆，还要丢掉三张出去，我很难过。国师天虎的牌，然后对是三面的牌，然后还要扔掉，我直接跳游戏。其实不用吧，这很严重哎、欸，太生气了吧？这个很严重哎、欸。反正你有 OBS，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就马上就是出来剪片，然后就是发个这个几秒钟的影片。我不玩了，我要跳游戏。跳游戏。哇，还跳满呢，好贵哦、喔。跳游戏。现在最多听牌而已。不要立，不要立，不要立！你管我！你管我！真的，你管他哦！就只差两张牌了哎、欸！天哪、啊！气到！你西斯不会玩一点塔吗？天牌，笑死我了！哎呦，低保牌是90000呢。这种就是最狠，先给你梦想，再狠狠的践踏你。对啊。哎呦！哎呦什么？失望。哎呦什么？我是跟你换的。然后嘞？我对你很失望。哈、哦，我也很失望。哪有？我失望透了。我给你的牌明明就很好。哪有？你给的牌完全都无效。Oh my god！ 你刚睡醒哦、喔？我吗？对啊。我刚才是抢房抢到睡着了。哇！抢不到啊！睡着了。对，今天聊天室都没窗外。有啊，我记得今天前面一开始有一个寒场外的号码。鸡，你现在才来？下次早点来，我没有恨你。要聊。你那还是好犀利。我说犀利，你现在才来。为什么无缘无故还犀利？我刚才想说奇怪，我聊天室也没看到新名。李佳，李佳，他其实声音蛮好听的。我声音也很好听的、啊。是你那只啦。我是西米，他都西米呢。然后嘞，很好听啊。中等于没有啊，这边值得等于啊。砰！粒子就变双等于。这日子不热，你真的不热吗？热死，热死。哦，
往好处讲，今天下雨的话，繁星应该比较凉一点。可是雨声很大、欸，大大有点，他都有点不开心。我没有不开心啊，讲话会比较大声而已啊，你们就会觉得我在生气啊。我们会觉得你很那边很吵，然后我们就一直说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就会很生气，有点不爽啊，不是生气，好像很不爽、啊。其实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溢满机会是什么？就是你有机会溢满啊。讲可以吗？我讲实话吗？倒装句，有机会，机会溢满。他该不会跟我听一模一样的吧？嗯，那个人呢？不是清一色、喔，他应该不是清一色吧？阿志摸哎、欸，哦、oh. ，不是啊。哦，我一杯口哎、欸，你不是大大吗？我怎么大大？我怎么了？欸、不是一杯口啊，它是七对子哎、欸。是在冲啥货？你我怎么知道？来送你最烂的牌。真的假的？我要，给我拜托。哎呀，哎呀，可惜了。哎呀，祝你回来来啦！你怎么剩五千四？嗯，没有剩四千四。我救你。没有，你没有救。我，你才没有救嘞！乱说话。哎呦！我来算。嗯，没事没事，你还活着，没事的啦。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他怎么在骂脏话、啊、吗？最後の10枚に
我不知道。突然讲了一句我从来没听过的话、欸，哎，这是什么东西？你会这样子吗？是不是你打了什么牌打太多张，他会这样子生气啊？嗯，不知道。连续三张一样的牌，不可能啊！是听二五万，二五万是最多人会打的啊，结果没有半个人打。对啊，打在两家手上。你看，我撑到了东四局是吧？刚刚要结束了。然后来一个双，骂你最烂。你最烂，你才烂，妈的，一模一几乎是一样的东西。你这超烂的，妈还你！你很还呢、欸？感觉你牌没有动呢、欸。你有病啊！你才有病嘞！还你啦！你好还哦！我叫黄金啊。好哦。默契太好，没办法。好饿哦！我打饿，我打双等鱼喽。走开啦！我好栗子双等鱼喽，还你。吃了它，它是这样亮亮的。说到新资助，我晚点要去问他们。新资助是谁？啊，你都没看我文章哦。好啊，算了算了，没关系。我最近沉迷太快。没关系啊，怎么没揪我玩？我就跟你那么忙。对啊。怎样？我就跟臭臭跟你笑。三个人玩啊！哦，你不会有兴趣的啦。你又知道？因为我们哦我，有那个人在是不是？不是啦，哦、我活下一个麦块新手。没事啊，我玩我的。好听一点就是麦块新手，不好听就是麦块白痴。低能，真的是超低能。那时候我就用村民繁殖村民，然后我说。为什么我按照着那个影片一步一步的盖，为什么他不生呢？然后看了很久，趴了很久。哎、欸，你完蛋了。然后，嗯，然后没差的。然后那个颜笑就帮我看嘛，他就说他第一句问我说：“啊，你防爆有关有开吗？”我说：“啊，没有开。”我也是会先问这个啊，啊，你防爆有没有开？他说：“你是白痴。”是吗？那我就补一句啊，哦，你都不看繁星影片哦，他讲了多少次？那就没再看了啊。对啊，对啊。不是因为那时候鬼派子在我们家干，我不是鬼派子，不是。谁在谁在你们家怎么干？什么东西？鬼派子在我们家哦，哎呦。什么东西啦？我怎么知道在讲什么干呢、啊？努力爸很努力的在繁殖哦，不是这样子的吧？好了，不跟你玩了。好啦，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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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君蜜，君啊，来啊，抽啊，有种就抽。欸、差四十可以抽第二次。抽啊！我不要，你帮我抽好了。我不要，太。不要哦！你要抽男生还是女生啊？男女生啊？不是啊，我是想要牌桌啊，不是牌桌啦，我想要这个啦，是西瓜。哦，对啊，桌布其他就还好了。限定限啊，这个不是限定的哦。哦，怎么还没抽过？
有点烂啊，我是真的烂透了、欸、天啊天哪、啊、好想要那个头框哦，我才以为你会刻啊，蝴蝶结也好好看哦，啊刻了啦，好没有中要过、哦、都没有烂游戏，我退货，我退货，我退货退钱，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晚点就不开啦，想说去练等，然后就好好看其他人台吧，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拜拜拜拜拜拜。